学 IT 拿高薪就来千锋教育，高品质全程面授教学，零元入学，两周免费试听。好，大家看，那接下来呢，咱们看一下 signal delete set 这个函数哈。那 delete 是不是删除的意思呀？那它这个函数的功能是什么呀？从某一个信号集合当中删除一个信号。那 signal delete set 第一个是集合的标识，第二个是那个信号嘛哈，信号的编号。那意思就是什么呀？将 signal number 这个信号所标识的信号从信号集合 set 当中剔除呀，删除。那这参数咱们讲过了，成功返回零，失败返回负一。举个例子，咱们要想将那个二号信号从 set 二这个集合当中剔掉的话，怎么剔啊？是不是 RET 等于什么呀？ signal delete set 是不是第一个参数是不是 set 二这个集合呀？第二个参数是不是 signal int？这样的话是不是就将 signal int 二号信号从这一个集合当中踢掉了呀？那这个 set 二这个集合当中是不是就没有二号信号了呀？好，了解一下哈，从集合当中踢出一个信号。